是我的舅舅阿姨。真的都没有露脸。对啊，他没有露脸。那脸是那种，就是阳光，然后举个韩星当例子。以前 Super Junior 那个叫什么？对对对对，比较像石原。他跟小梁哥像孔刘的感情不一样啊。艾亚三家大七岁就爱，原因曝光。天生184公分，高壮劳工，神似史源。34岁张艾雅呢，日前闪嫁41岁的旧爱 W 先生，两人在上月底登记结婚。她上节目录影呢，接受访问，透露老公求婚过程呢，其实超爆笑。我们两个在车上，他跟我讲说，因为他是被我戳破的嘛，说你是不是今天去做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去拿戒指？你是不是要跟我求婚？我就是一个很烦人的太太。然后他就说对啊对啊，然后就口袋拿出来，然后我现在不能下跪，还是我现在下车？就很慌张这样。他说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就这种就很仓促的讲的那些话。所以我就说你该不会就这样求婚了吧？之后老公在他的生日趴当天呢，又再正式求婚了一次，因为他唱了张学友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，就是很浪漫的歌嘛，就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，就是我们是一体的这样的概念。然后他一唱这首歌，我超级不解风情的。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要认真听啊，现在要做后厨啊，现在是我爸妈老家，因为我们还在看所以老公然后是白手起家啊，自己创业啊，然后他是负债，还是讲说他是负债的富啊？他有负债吗？没有。他创什么业？他是贸易的，做贸易的。这是我的舅舅阿姨，真的都没有露脸。对啊，他没有露脸。他是哪一型的？他是高壮。那脸是什么？就是阳光，然后举个韩星当例子。以前是 Super Junior 那个叫什么？对对对对，比较像石原。哇，那很帅耶。他跟小梁哥像孔刘的等级不一样啊，因为他很高，他184啊，就是很有肩膀，很高很高，但是腿又很细。那怎么叫他？姓 W， 姓王，姓王，他就会很怕大家关注力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是有一点怕镜头，所以才会那么低调。会有传宗接代压力？没有，他们家。就是武功活动蛮 OK 的，如果要生就是两个以上。反正我妈走的时候，我有姐姐，我们三个不管怎么样是可以分担。我觉得我不想要我的小孩，如果有一天我走的时候，他会很辛苦，所以我觉得就至少到时候我就跟他讲说，那我要去动玩啊，是不是？他就说不用，我就顺其自然，所以后来我就没动。那也会就拉警报嘛，所以就明年后年应该也是要了，因为我是34岁，就是差不多我觉得36。当年怎么分手？当年就是因为我觉得年纪太小，然后我觉得他是比较严肃的，然后我还在想要轰轰烈烈，然后是我跟他提分手的。去年因为妈妈过世呢，老公看到新闻主动来电关心，两人呢再次搭上线。聊天的时候他就发现我很武装，然后跟很不想亲近的人，他就说我觉得你变很多哎这样。然后我说怎么了？就是你小时候就是很无忧无虑，妈妈走的时候觉得很无依无靠，然后会更觉得武装，然后他就懂我。就在尾声的时候他就很这样拍拍我说你照片不用演，然后我下车就哭了。他复合不到一年都没有磨合。有一次是我们比较认真在沟通一件事件，但是我们没有吵过架，就是会因为他很让你，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价值观就是契合的，所以没有什么需要沟通概念，然后都是有共识的，所以不会有争执。